这家里面要是有岁数大的啊，真就得配备一个这个开门辅助器啊，不用力气啊，往这一搭，你不是没劲儿吗？哎，轻轻往这一拽，门就直接开。传。没瞅啥，我就没见过这东西。啊？没见过，就把车门憋坏了吗？这个？什么憋坏了？这开门辅助器。啊，开门辅助器。见没见过啥叫高科技？啊，高科技。啊。妈，瞅你一出屋吧，你好像没见过啥高科技，这玩意儿就高科技啊？咋的？你上我车，让你看我那个，我让你开开眼。上你车瞅瞅。我那能瞅。这肯定是嫉妒了，说两句生气了。哎，美女啊，嫉妒了是咋的啊？生气了还说两句。妈呀，我有啥可嫉妒的，大哥呀？我让你长长见识。嗯、我告诉你，能解决纠纷碰瓷儿的，扫清盲区的才算高科技，知不知道啊？说那有啥用啊？有啥用？我有啊。那、啊、啥呀、啊？我这瞅啊。整的这儿呢？整的大众好像啥好。打开屏幕。谁给你让我给你解决呀、啊？打开屏幕。可拉倒吧，谁有那时间陪你在这？我大众咋的？不是。看着后面五倍视野的还镇不住你，这是后面 啊, 啊，不是那后面看不着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这半拉平了呢。前面吗？前面整的干啥呀？又不是没长眼珠子。眼珠能录像啊？前后双摄双录 啊, 啊？啊，怪不得解决纠纷碰瓷儿呢，啊，后面还扫清盲区。远程还能看呢，这算啥呀？啥意思啊？用手机在家远程看？你手机远程看呢？啊，哎妈，这玩意儿行，这玩意儿行，这不算啥，我跟你说，能解决违章的才算行。啥解决违章？整违章拍照。不是，打开导航。这夸两句，我发现你还。为您打开导航。啥导航？看你没见过啥，让你瞅瞅 ，AR 实景的。实景导航。啊。带路线图的。对呀、啊，切换普通导航。我的妈呀！好的，请示。啊，这是普通导航。啊。这白天模式。啊，这都语音说的。语音说呀。那咋能避免违章啥的？有人有狗啊？啥玩意儿？打开电子狗。已为您打开电子狗。啊，就是实时语音播报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他这个都在线更新的。在线更新，不止这玩意在线更新，音乐也在线更新，知不知道？什么？这玩意才叫好。音乐啥音乐啊？酷我音乐啊。你拉倒。打开音乐。消停，你就整会儿那啥。能点歌啊？那咋不能点呢？下一首。妈，直接就切歌，切歌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老妹儿，你这一年这流量得多少钱呢？四 G 网？谁说的呀？啊？人家机器带着的呀。机器带流量啊？啊，机器送的。哎呦妈，这玩意儿这一个镜子多少钱？四五千吗？这玩意儿？说的。啊？你咋老一给人估那么高呢？人家几百块钱下来的。几百块钱就能下来啊？那我关注你，你开播是吧？开播。行，老妹儿，谢谢你了啊。没事。